去皮鸡腿，这个是袋鼠先生家的，现在做活动，到时候给发10个，然后再额外送一个这个午餐肉。这一包的热量只有100多卡，宝宝们，这个老优秀了，一共是两个味道，有香辣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奥尔良的，一包是122卡。嗯，太好吃了。贼烂乎啊，这个开袋即食的，打开袋就能直接吃，我用微波炉叮了一下，喜欢吃热乎的可以稍微叮个20秒30秒的。想额外送一片午餐肉，你看这里边全是大肉块，它的蛋白质肉含量达到88%。平常鸡腿是36.9块发5个，现在49.9块给10个，额外再送一个这个，就双十一的活动，打打合适。嗯，这个是我热过的，哇，你看它这里边还有浓浓的汤汁。这个是奥尔良的，奥尔良的一个是122卡，香辣的是124卡。老香了，鸡腿肉它吃的比较嫩滑，不会像鸡胸肉它会有一点柴有一点干。这个活动好像到11号，不是到11号就是12号，链接在，这个就可以拍。搂吧姐妹，囤吧，太合适了。